我们今天讲保加利亚的民族发明。保加利亚民族发明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是像罗马尼亚那样把19世纪奥斯曼帝国定义的希腊人发明成了一个跟希腊和奥斯曼都毫无关系的新民族，而且这个发明还发明到希腊人传统的敌人和最痛恨的内亚蛮族身上去了。这就好像是，满清帝国治下的18省，满清帝国意义的汉人臣民在发明民族的时候，不把自己发明成为大清臣民，或者奥斯曼人，也不把自己发明成为汉族或者是18省人，而是要把自己发明成为鲜卑人或者是撒陀人一样，是民族发明史上一个极其特殊的现象。所以，我们先要提一下保加利亚这个词儿的来源。首先，保加利亚源于保加尔人，但是保加尔人跟今天保加利亚的居民和产生保加利亚民族这些居民关系是非常微小的，他这两者之间关系就像是历史上的撒陀人和鲜卑人跟今天的山西人的关系是差不多的。历史上的拜占庭帝国很像是东亚的大明朝，在国势衰弱情况下，经常受到来自内亚的各支蛮夷的入侵。这些蛮夷包括后来推翻了大明朝的满洲人，也就是奥斯曼土耳其人，也包括突厥人的一些近亲爪哇人、保加尔人等等。从君士坦丁堡皇帝的角度来看，你们全都是突厥人和蛮族。从安纳多利亚、小亚细亚那一波从东方进来的是东奴，是奥斯曼人、卡拉曼人和塞尔柱人，他们是突厥人的不同分支。从西面进来的爪哇人和保加尔人，从巴尔干那个方向入侵的，也是突厥人的另一些分支。他们的头领最初也是叫做可汗的。对于拜占庭或者君士坦丁堡的皇帝来讲的话，东奴西奴有什么区别？都是蛮族。拜占庭皇帝，相当于大明皇帝的拜占庭皇帝，对付这些东奴和西奴的办法，也无非不外乎是以下这几种：国势强盛的时候，就像永乐皇帝和巴西尔皇帝那样，带兵出征，深入渡过绝漠，深入各路突厥人的大本营去打他们，斩首15000，把俘虏的眼睛戳瞎，诸如此类，尽可能的杀一批。在自己国势衰弱的时候，或者皇帝不能打的时候，那就像是正统明朝的正统皇帝，或者是尼夫卢斯皇帝一样，率兵绝漠，本来是要想打垮这些游牧民族，结果自己反而被游牧民族俘虏，甚至脑袋都被砍下，头盖骨做成游牧民族喝酒的酒杯，遭到很惨的下场。一般的情况是，大明皇帝是不敢出塞作战的，是守在北京城里面，等着东奴和西奴从东面南下，或者是西面南下，把北京城包围起来，然后凭着城墙固守，然后等到守到一段时间以后，用子女玉帛去收买这些蛮族，让他们拿着金钱和美女赶紧滚蛋。等他们滚蛋了以后，自己再继续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晚风熏得游人醉，错把杭州作汴州那种生活。而国内的希腊知识分子当然是痛心疾首，像陆游、辛弃疾这些人那样，一面痛骂蛮族的可恶，一面痛恨自己不争气。但实际上，大多数时候他们是打不赢的。出兵绝漠打胜仗的，像巴谢皇帝那样打胜仗的是极少数，甚至像正统皇帝和尼夫卢斯皇帝那样能够带兵出关打仗的人也是少数。60%以上的时候，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像大明皇帝那样是采取缩头乌龟政策，采取子女玉帛政策去对付东奴或者西奴。当然，比较积极一点的人就会想到，我们可以以夷制夷，唆使东奴来反对西奴，或者是唆使西奴来反对东奴，这样我们大明就处在有利的位置上了。所以，明朝在万历年间以前，西奴也就是蒙古人是北京城的主要威胁，他就经常把。满洲人当时还没有满洲这个词，当时还没有被发明出来。满洲人的祖先女真人，大明把女真人武装起来，让他们去反对蒙古人。万历年以后，女真人把自己发明成为满洲人以后，东奴的威胁超过了西奴，于是袁崇焕之流在崇祯皇帝领导之下，就每年发40万饷银去收买蒙古人，把蒙古人武装起来去反对满洲人。总之，这就是夷制夷，在。跟高度文明但是已经没落的帝国看来，自己的战争既然不行，不能打了，最好的办法就是这样夷制夷。当然，满洲入关，也就是说，东奴对于君士坦丁堡来说，就是东方的奥斯曼突厥人攻陷了君士坦丁堡以后，西方的保加尔人、阿瓦尔人就完全没戏了。
满洲人不仅征服了十八省，而且征服了蒙古，把大明朝的全部江山都给接管了。在君士坦丁堡也是这样的，东奴奥斯曼人不仅征服了君士坦丁堡，而且征服了整个巴尔干，把大明朝过去的版图和过去侵略大明朝使拜占庭皇帝无法应付的这些蛮族也都通通给征服了。从血统上来讲，当然巴尔干半岛居民在大明皇帝、拜占庭皇帝统治时期，一次又一次遭到各种蛮族的入侵。入侵的蛮族当然不是全都走了，或者全都死了，有一部分血统也是留下来的。但是无论在哪个地方，蛮族的血统都不是最多的，最多的血统还是斯拉夫希腊人的血统。同时，保加尔蛮族啊，它跟入侵帝国的所有蛮族一样，它的分布也是不平均的。在多瑙河外地区留下的蛮族遗种比较多，在南方马其顿留下的遗嘱就比较移民就比较少，中间的部分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也就是说，如果你真要看血统来讲的话，古代保加尔人血统主要是留在今天的乌克兰和罗马尼亚境内的，留在保加利亚和今天的保加利亚和马其顿境内的反而是比较少。结果就出现了十九世纪民族发明家的操作，结果就造成了一种非常滑稽的现象，就是今天的保加利亚人自称把古代的保加尔突厥人发明成为自己的祖先，但是实际上他们在拜占庭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境内都属于罗马尼亚行省，罗马尼亚人用罗马尼亚这个词给自己命名，但是实际上历史上的保加尔人的血统主要是留在罗马尼亚的，结果等于是中古时代的保加利亚主要变成了罗马尼亚，现在的罗马尼亚，而中古时代的罗马尼亚主要是变成了现在的保加利亚。当然，等到大清朝，也就是奥斯曼帝国的鞑子皇帝渐渐衰落的时候，十八省的东正教希腊人开始起了二心，开始企图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时候，今天的罗马尼亚、今天的保加利亚和今天的希腊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他们都在希腊东正教的教育家和新文化运动者的活动之下学同一种白话文，参加了同一次辛亥革命。在这场辛亥革命，1821年的希腊辛亥革命当中，我在希腊关于希腊和罗马尼亚的两次讲座中间也曾经讲过，今天的希腊人的祖先、今天的罗马尼亚人的祖先和今天的保加利亚人的祖先全都站在了希腊民国一边，参加了希腊民国的革命军。今天的保加利亚人的祖先在哈兹、米哈伊亚这些军官的领导之下，投靠了瓦拉吉亚大都督伊斯普兰迪安，他就是我在罗马尼亚那一讲中讲过的，当时他自己以为自己是希腊人，他以为他自己是希腊民国革命军的大都督，并不认为自己是罗马尼亚独立军的大都督。投靠他的今天的保加利亚人的祖先也没有觉得马马托夫呀、哈兹米卡伊亚呀、哈兹克里斯托呀这些人都是他麾下的军官，他们也认为自己是希腊革命军的民军都督麾下的一标人嘛，并不觉得自己是另一个国家发动的是另外一场革命。但是无论如何，正像我在罗马尼亚那讲座中所讲的呀，自称是希腊革命军一个分支的伊斯普兰迪安的军队被奥斯曼的军队打垮了，不得不逃走了。归附他的这波人同样是讲希腊语的这波未来的还没有发明的保加利亚的革命先驱者，也被奥斯曼人赶着试探，然后是列强进行干预。我不必重复这方面内容，干预的结果是南方的小希腊在英法俄三国的保护之下脱离了奥斯曼帝国，北方的瓦拉吉亚和摩尔达维亚又是今天的罗马尼亚被沙皇俄国的干涉军占领了，中间的组成今天保加利亚的罗马尼亚行省又回到了奥斯曼苏丹的统治之下。但是奥斯曼苏丹在列强的压力之下宣布维新变化，实行照我们的话说就是实行满汉平等，用奥斯曼主义取代八旗主义。八旗的意思就是只有满蒙八旗才能够做大官，你们这些被征服的大明朝的臣民、拜占庭帝国臣民，你只能做臣民或者是做小官。奥斯曼主义的意思就跟梁启超提倡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意思，就是说以后大清国的臣民
不分满汉都是同一个中华民族了。以后无论你是十八省的被征服者，还是关外的八旗征服者，以后都可以平等的做官了。奥斯曼帝国在十九世纪中叶，在列强的压力下，在本国的改革家的推动之下，推动奥斯曼主义是同一个意义。就是说，历史上的旧账我们就不算了。过去无论你是突厥的征服者，还是希腊的被征服者，无论你是满人还是汉人。因为突厥人和希腊人在奥斯曼帝国的意义，也就非常精确的相当于满人和汉人在明清两代帝国当中的意义。无论如何，无论过去是谁亏欠谁，我们从此以后向前看，今后我们都是奥斯曼帝国的平等的公民了。这样一来，西方列强也会感到满意，说我们有改革开放的诚意。同时，你们这些希腊人也不要继续闹革命了。你们既然以前闹革命，是因为在我们奥斯曼帝国当中，只有穆斯林才能够做趴下、做大官。现在呢，我们实行奥斯曼帝国、奥斯曼主义以后，你们无论是希腊人、阿拉伯人还是什么人，任何人都可以做趴下、做大官了。然后我们把奥斯曼的苏丹改成立宪君主制，像康有为和梁启超设想了，一切权力都交给趴下和大臣。君主改成虚君共和，那样的话你们希腊人还有什么不满意呢？你们辛辛苦苦革命还为了什么呢？革命不就是为了自己当家做主吗？现在你们留在帝国境内，你们一样都要当首相，那你何苦还要独立了？这就是奥斯曼帝国推行奥斯曼主义的基本动机。推行奥斯曼主义的一个副产品就是包括罗马尼亚秦省，也就是今天的保加利亚，在这些地方沙皇，不是沙皇，是苏丹，就以后就要让东正教希腊人来做官了。从苏丹从达子房的角度来讲，他已经做出了最大限度的让步，你们应该满意了。但是对于罗马尼亚省革命失败以后留下来这些人来说，他们就看到目前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本国的精英阶级过去都是在希腊新文化运动当中讲白话希腊语后来参加革命，这批人一下子分成了三波。一波人跟着溃败的希腊革命军，大江大海1949跑到希腊去了。包括我上次提到过的科勒提斯，希腊第二首相科勒提斯，他在近代希腊史上的意义就相当于是台湾的马英九。他在希腊，他虽然按照我们现在的定义来讲是罗马尼亚人，但是当时的瓦拉吉亚人也是自以为自己是希腊人的，就好像是1912年和1949年的弗兰人，他也以为他自己跟1949年的台湾人一样是中华民国的公民，跑到台湾的中华民国去做官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他就是希腊伟大理想或者反攻大陆的发明者。他的理论就是雅典不是我们希腊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才是我们希腊的首都，我们在雅典只是为反攻大陆做准备而已。所以我们不是为了在小小希腊搞建设，而是在为未来的反攻大陆做准备。当然我带来这波弗兰人在反攻大陆的过程中还有极大的用处，所以我首先要任官给他，就要首先把官爵留给他们。他是近代希腊政党分赃制的主要发明者。按照今天台湾的说法，就是马英九之流就是台湾黑金政治的始作俑者和主要受益者。黑金政治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通过裙带关系，一方面在英国人压力下，我们必须在名义上至少要实行民主，实行议会政治，不是国会选出的政府，英国人不承认我们，英国人不保护我们，我们日子过不下去。但是实际上，我们要想方设法，尽管我们已经分到台北来了，但是我们要把台北的中华民国政府都垄断在弗兰人手里面，让台湾本地，让台湾的阿公阿婆得不到政权。这个办法呢，当然就是名义上要实行议会政治和选举，实际上呢，就要用分赃政治，恩荫政治方法，把大部分职务通过地下的黑箱操作和腐败运作保留在逃亡台湾的弗兰难民手中。对于希腊来说，就是保留在逃亡到希腊的瓦拉吉亚难民手里面。这一套今天台湾人无疑是非常熟悉的，就是马英九他们搞的黑金政治。这一套其实所以说是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的，在希腊民国的历史上是原封不动的上演过一场波的。当然跑去台湾的不仅仅是瓦拉吉亚人，还有罗马尼亚人，也就是今天的保加利亚人，当时还没有被发明出来的保加利亚人。他们当然正如跑到台湾去的不仅仅是弗兰人马英九，自然的还有一波广东人、江苏人、浙江人，这些人都跟着弗兰人马英九在台湾搞黑金政治去了。保加利亚人的基因当中有一部分就是这样跟着跑到台湾去的弗兰人一起跑到了希腊，在雅典去搞黑金政治去了。第二波保加利亚的精英，随着北进占
今天的罗马尼亚，当时的瓦拉吉亚的俄国军队跑到俄国军队那去寻求庇护了。他们希望俄国人毕竟是东正教徒，希望俄国人有朝一日替他们报仇雪恨。然后又这些人当中又有一批人就索性进一步搞他们的院外游说活动，索性就跑到俄罗斯去了，跑到希腊。请注意，当时希腊人包括奥斯曼帝国所有希腊人成员，也就是说今天的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和希腊人全都包括在内的，他就跑到奥德萨或者圣彼得堡去筹款了，或者是去游说沙皇去了。这一波人他们的地位就很像是亲过的梁启超和今天纽约和华盛顿的民运人士，他们认为无论他们是湖南人还是广东人，他们只要以为他们是中国人，在国内反对争取民主事业混不下去了以后，他们就跑到华盛顿来了，一方面要游说纽约的华侨给他们捐钱，好把他们的革命事业继续推动下去，一方面呢又想到华盛顿去游说美国政治家，希望美国政治家支持他们。这些人跑到俄国的罗马尼亚的俄国人的瓦拉吉亚占领区和俄罗斯帝国本身去，就是去干今天梁启超时代和今天民运人士干这些事情。第三波精英是罗马尼亚行省精英中最差劲的，因为比较有能耐的人都跑路了，有能耐有资本跑路的人就是比较有能耐的人。正如在1949大江大海说，能跑路的人就是比较有钱、比较有知识、比较有能耐的人。没啥本事的人就只有留下来无可奈何的人间共产党了。1826年跑路的时候情况也是这样的，比较有本事的人去了俄国或者希腊，比较没本事或者是比较穷的阶级地位相对比较低的人就无可奈何的留在罗马尼亚行省内部继续做奥斯曼帝国的臣民，但他们还是可以对奥斯曼帝国本身的改革开放抱有一定指望，希望奥斯曼帝国本身产生在西方的压力之下自己的体制能够逐渐的改良，使他们在不必脱离奥斯曼的情况下多多少少能够获得更好的地位。但是时间一长了问题就出现了，流亡到希腊这一批他们就产生了柯文哲现象，时间一长原先的星辰大海的理想渐渐淡薄，他们渐渐对反攻大陆失去兴趣了。对于罗马尼亚行省的居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不够彪悍善战，这个问题是属于民风问题。我在罗马尼亚的讲座曾经提到过，罗马尼亚有很多地方是土司领地，奥斯曼帝国花了100多年时间才把他们改土归流，所以他民风彪悍善战。这就是为什么在希腊民国的独立战争当中，今天的罗马尼亚人、当时的瓦拉吉亚人发挥了特别突出的作用的缘故。你只要想一想，湖南人、防新自由的人、河间自由的人，在辛亥革命和国共战争中发挥了多少作用？国军军官当中据说有1/3是湖南人，就可以看出，因为湖南人是湘西土司的后代，蛮粗的作风还在，彪悍善战的作风还在。但是如果同样一个地方，比如说是放到成都或者苏州那就不行了，当地是比较肥沃的平原地带，民风懦弱，不太善战，就算是当了军官的话也是比较小的军官。当时的罗马尼亚今天的保加利亚就处在这样的状态，当地是巴尔干的平原地区，肥沃的地区，在农业时代比起其他贫困的山区是更加富饶的，但是在工业时代就因为受落后的农业经济脱离，反而变成最穷的时代。而且无论如何，平原人平时不习武，不好战，无论是你是站在哪一方，都很难当上高级军官。一般来说，在无论是在瓦拉吉亚、在希腊还是在俄罗斯，他们即使在流亡者的团体当中，也都占不到优势地位。即使在奥斯曼帝国变法维新以后，他们在奥斯曼帝国经过改革开放以后的奥斯曼政治体当中，占到地位也是非常边缘。这跟他们比较密集的人口和沉重的赋税相比很不相称，这样一来，海内外的罗马尼亚精英，也就是现在保加利亚精英，不得不开始反思，在1840年以后就开始陆续的反思，我们到底出了什么毛病？为什么我们不仅是奥斯曼帝国压迫我们，甚至希腊人也压迫我们，俄国人也压迫我们？这个说法就相当于是山西人开始反思，即使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山西人为什么仍然是最穷的？为什么广东人得到好处，我们都得不到？满洲帝国已经推翻，鞑子皇帝已经变法了，为什么大家都是汉族，我们山西人也是汉族，河南人也是汉族，广东人也是汉族，为什么我山西人还要这么吃亏？我这样一来，我们就要重新考虑，我们做汉族是不是非常有利的？我们遭受歧视是不是因为我们从根本上就不是汉族的缘故？
这时下一波民族发明就开始应运而生了。民族发明从两翼同时展开，一翼是，大体上讲，流亡到台湾那批罗马尼亚人，就是今天保加利亚人，跟着流亡到台湾的瓦拉基亚人一起，他们子孙后代就渐渐的被同化成为希腊人了。这主要是因为希腊人在英国人的保护之下，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立国家的规模的缘故。他们至少有了形式上的议会政治，他们的政治归属感得到保证。但是留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和跑到撒谎俄国控制区了那波人就没有，在他们的处境当中，就像是今天留在南京的汉人和留在跑到纽约的汉人一样，他们痛切的感到，他们所在自己所在的地方仍然是异乡人，仍然不是国家主人。如果是跑到台湾去吧，可能过几代以后，他们就会觉得他们自己已经是台湾的一部分，是李登辉所谓的新台湾人，跟台湾本土人差别不大，可以融合一起了。所以保加利亚的民族发明是在这两部分当中产生的，是在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罗马尼亚希腊东正教当中产生的。第一个保加利亚的发明家是今天的乌克兰，俄罗斯帝国统治下的乌克兰的学者威宁，他编撰了历史上第一部保加利亚史。保加利亚史当然是历史发明学的产物，历史上直到19世纪中叶1840年左右，今天保加利亚的居民对历史上的保加人的看法就跟明清两代的十八省的汉人对沙多人、鲜卑人和其他的蛮族的看法一样，觉得你们跟土耳其人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希腊东正教徒今天虽然软弱被你们征服了，但是我们还是文明人，你们都是蛮子，无论你们是东奴还是西奴，你们都是我们的敌人和蛮子，你们动不动就要入关烧杀抢掠一阵子，我们是拿你没有办法，但我们心里面是恨你的。威尼宁的发明是历史上第一次把中古的保加利亚和近代的罗马尼亚的希腊东正教徒联系起来的学说。这个学说如果放到远东，就变成是这样：有一位流亡到日本的山西人，在日本写了一本书，说我们今天的山西人跟明朝的汉人、清朝的汉人和中华民国的汉人都不一样，我们是历史上的沙陀帝国的李克用、石敬瑭的后代，我们建立了晋国。跟你们赵家人建立的宋朝，由宋朝和明朝产生出来的汉人不是一家，你们不要欺骗我们，你们过去歧视和压迫我们，现在仍然歧视和压迫我们，我们现在之所以落到这个地步，不仅仅是由于满洲皇帝缘故，而且也是因为你们十八省的汉人是在欺骗我们和压迫我们。我们不是你们汉人一家，我们是雅利安伊朗人的后代，因为沙陀人是历史上的白种人，你们突厥奥斯曼突厥人是东奴，是野蛮落后的蛮族，你们汉人十八省的汉人是腐败没落的东亚人，而我们山西人是晋国人，是历史上的雅利安伊朗人，跟欧洲的雅利安人是同种，是世界上最古老文明的创造者，所以我们只要摆脱你们就可以创造出崭新的文明。他那部书的要点也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未来的保加利亚人，今天的罗马尼亚人跟你们其他的希腊东正教徒不一样，我们是保加尔蛮族的后代。保加尔蛮族跟建立今天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蛮族是一家，跟你们腐败的东方蛮族，像奥斯曼人、卡拉曼人、罗姆人、塞族人完全不一样。你们那些东方的蛮族简直就是房种人，跟房种人没有什么区别，给欧洲带来的除了野蛮、破坏和倒退远没有别的。但是我们跟这些跟俄罗斯人、跟瑞典人、跟乌克兰人一家的西方的蛮族，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我们给腐败的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带了新的生命。正如著名的西方主义者、西方中心论者孟德斯鸠所说的那样，一切自由都来自于西方的蛮族。我们是西方的蛮族的一支，跟你们希腊东正教徒、拜占庭后裔的东方顺民不是一家，跟奥斯曼所代表的东方蛮族也不是一家。东方的蛮族是历史上的迫害者，十分万恶，东方的顺民呢是历史上的腐蚀者，同样也十分万恶。我们之所以落到这个地步，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认清自己真实历史地位。我们跟俄国人、德国人和西方的蛮族才是一家的，保加尔人也是西方的蛮族，跟日耳曼人、俄罗斯人建立俄罗斯人的那些瑞典人是同一家的。
这样一来，我们只要恢复我们本来的历史地位，马上就可以进入西方大家庭，实现脱亚入欧的伟大梦想。当然，这套学说从考证的角度上呢是很成问题了。历史上的保加尔人跟阿瓦尔人是亲缘关系非常近，阿瓦尔人就是东方史中讲的柔然人，就是在北魏时期曾经把北魏打得很惨那一波柔然人。柔然人和沙陀人毫无疑问，从血统和肤色上来讲都是白种人，但是从语言和文化上来讲，他们毫无疑问都是突厥人。而且建立奥斯曼帝国的奥斯曼人虽然也是突厥人，但他其实也不是黄种人，也是白种人。如果真要按照种族主义方式来搞事的话，你真的很难说西鲁保加利亚人和东鲁奥斯曼人有什么区别。但是民族发明这玩意跟考据是没有关系的，你只要有一滴水就可以驱使一个肥皂泡沫的。只要罗姆尼亚神行省当中有那么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保加尔蛮族的血液，而历史上的保加尔蛮族跟欧洲的雅利安人有那么一丁丁点点的共同血统，哪怕他90%的血统都跟东方的突厥人是一样的，他只要有1%、10%的血统跟西方的蛮族是一样的，你就难不住历史发明家一定要咬牙切齿说我们跟俄罗斯人是一家，跟西方的蛮族是一家，跟你们拜占庭人跟你们希腊人不是一家。无论如何他就这么发明了，但是这么发明本身并不管用，发明了这套历史以后只是历史民族发明的第一步，还需要有人替他把这一套新发明的当时还没有几个人知道的保加利亚民族史加以推广。这一下就要需要一批负责推广保加利亚发明的民族发的二级民族发明家，或者准确说他们是教育家。他们当中最重要的人就是波斯威利。波斯威利本人也是讲的希腊语长大的，但是他对于新产生的保加利亚民族发明觉得非常好，他是留在奥斯曼帝国辖区的那波保加利亚新一代精英，对1826年希腊民国的失败创生痛惧，很希望他自己家乡找出一条出路的。他看到这个乌克兰的威尼宁发明的这套新的保加利亚民族史，就觉得很好，很有必要来推广。但是跑到保加利亚去推广，结果大多数保加利亚大多数罗马尼亚行省的他企图发明成为保加利亚人的希腊东正教徒都认为他是神经病。他折腾一阵子之后就想拍拍脑袋想出一个办法，我们奥斯曼帝国不是现在已经变化维新了吗？我们到现在我可以到君士坦丁堡去向苏丹向达子皇帝请愿，希望他达子皇帝不是下诏说以后满汉平等，汉人已经获得自治权了吗？既然汉人可以获得自治权，我们晋人难道不能获得自治权吗？我们晋人不是汉人，达子皇帝已经允许汉人自治了，我们也可以去要求允许晋人自治呀。于是他就一路跑到君士坦丁堡去向苏丹陛下向达子皇帝上了一封请愿书。请愿书的内容就是我们保加利亚人自古以来不是希腊人，苏丹陛下已经允许希腊人自治了，请你根据允许希腊人自治的同样方式允许我们保加利亚人自治。苏丹看到这封请愿书以后就拍了一下脑袋，搜索了一下脑海，做了一下调查研究，想想保加利亚人到底是什么人，然后就想起来了，在我们的祖先征服大明的时候，同时还有一波蒙古人也入了关，想跟我们争夺大明江山，我们的祖先把这波蒙古人给杀得一塌糊涂，这波蒙古人的名字好像就叫保加利亚人。但是我真没想到18省的汉人当中还有一波人宁愿做蒙古人的后代，做沙陀人的后代，而不愿意做满洲人或者说汉人的。这事对我来说算是很新鲜的，而且这纯粹是给我添麻烦啊。我好不容易，首先我们奥斯曼帝国在西方的面前始终是处在被误解被压迫的状态，我们过去的八旗其实也不是一个封闭体系啊，西方人往往诽谤我们说我们的一党专政非常黑暗非常落后是纯粹压迫性，但其实不是这样呀。你想英国保守党如果竞选胜利了，他会不会让自由党加入内阁？显然不是啊，只有保守党人才能当大臣啊。但是这并不能说是保守党压迫了英国人，因为任何英国人只要你愿意加入保守党，你就可以加入保守党，加入了保守党以后，那么在胜利的保守党内阁当中你就可以做大臣了。没有任何，如果你自己不愿意加入保守党非要加入自由党，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不能说是保守党压迫了你。就英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吧，我们虽然我们达子皇帝是穆斯林达子征服了大明朝的产物，但是你也不能说我们压迫了那些东正教臣民啊。
我们穆斯林鞑子也就相当于是英国的保守党，我们不是一个封闭体系啊。任何希腊东正教徒，只要他愿意改信伊斯兰教，他都可以变成我们穆斯林。我们穆斯林是天下一家的，变成我们穆斯林以后，也就可以变成我们巴西的议员，变成我们的趴下的大臣。我们那趴下虽然都是伊斯兰教徒，但是你如果查血缘的话，有很多都是原来的希腊东正教徒，甚至是西方的意大利人、匈牙利人改信伊斯兰教以后，只要你改信伊斯兰教，照样可以在我们奥斯曼帝国的巴西当中做大臣。所以我们的伊斯兰教统治，我们的巴西统治也是一个开放统治，跟你们的保守党没啥区别。但是你们那些吃饱了撑的，吃饱了没事干的西方人，就喜欢折腾我们东方人，一定要说我们的巴西制度是一个压迫性的专制制度。我们有办法，好吧，我们就听你们话，变法变法。从此以后满汉一家，你现在连改信伊斯兰教都没有必要了，你现在就是一直当希腊东正教徒，你也照样可以做趴下和大臣。我是说话算话的。现在你们本来是应该完全满意的，结果说着说着你又跑出来一个汉人，你本来你一个希腊东正教徒，本来现在你不用改信伊斯兰教就可以做大臣的，你根本就不用这么折腾，但你偏要折腾一下，说你不是汉人，你是晋族人，是沙陀人的后代，这个到底有什么区别？你做汉人就已经可以做大臣，我没有压迫你啊，并不是说是你要改成发明一个晋族以后才能做大臣，这不是纯粹是给我添乱吗？但是我们现在改革开放了。我们要让英国的法国人看到我们是自由民主的，我不会迫害你。你们山西人愿意做汉族，还是愿意做沙陀族，还是愿意做晋族，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跟我们满人没有关系。我请英国人来给我做见证，我没有迫害你们，无论你们汉人也好，晋人也好，齐人也好，蜀人也好，什么人，我都没有迫害你们。你说你自己是汉人，你就做汉人好了；说你是晋人，你就做晋人好了。唯一条就是你要让你其他人同意，只要你们汉人愿意承认你是晋人，那我是没有意见的。这干我们鞑子什么事情？我们满洲人才不在乎你们山西人是晋人还是汉人呢。只是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我想知道，你们这波晋人目前自称为晋人的山西人到底有多少？然后山西民族的发明家就这样回答说：我们目前。今天我们山西有几百万人口，自称为晋族的人大概有500多人，其中有一半人正在东京和纽约流亡，有一半人正在太原和大同办教育的。我们希望再过30年就把晋语普及，取代汉语，使全体山西人都相信我们是晋族的后代，而不是汉族的后代。说来听了，就回答说：好吧，既然你这么牛逼，那你就去普及你的晋族去吧，我们没有迫害你。但是如果汉人迫害了你，那也不干我的事情。于是我们的晋族发明家，也就是保加利亚发明家，就带着他的同道跑回到当时的罗马尼亚，今天的保加利亚境内去，开始大办学校，普及他们新发明的保加利亚语。其实保加利亚语主要就是一种突厥化的，带一点突厥化的斯拉夫方言，跟罗马尼亚语和希腊语的关系是非常接近的，也就是在按照19世纪希腊主义的标准来看，其实也就是不同的方言。但是无论如何，他说他这是一种语言，这是一种语言了。他纠集几百个发明家，就开始到处到保加利亚、到乌克兰、到各处去办新兴的保加利亚语学校。在新兴的保加利亚语学校当中，他们讲述、推广他们新编的刚刚发明出来的保加利亚历史。由于当时希腊东正教范围的学校有很多是教会办的，有一部分是像蔡元培那样的开明知识分子办的，是世俗的学校，有一部分是希腊东正教办的学校，所以民族发明家的战争就在这两部分展开。一方面，一波民族发明家在办新的世俗学校，这些世俗学校直接就用了保加利亚语，这样教出来的学生就是第一代保加利亚人。另一方面，还有一波保加利亚民族发明家自己是知识分子，他们就到东正教希腊教会开办学校里面去做老师，在这些学校里面利用别人的学校宣传自己的主义，企图把他自己的学生教成是未来的保加利亚人。这样一来，自然而然的就跟原来把持教育系统的东正教希腊主义者产生了冲突。所以保加利亚的中学课本一般都把这个时期的希腊主义者把持奥斯曼帝国境内希腊语学校的希腊东正教教会领袖和教育领袖当成是土耳其苏丹的帮凶和保加利亚民族的发明的天敌。但是实际上这批人的
起的作用，又像是今天的国民党一样，他们的理由是：你们罗马尼亚人，你们山西人在辛亥革命的时候跟我们一样是汉族，你们的爸爸曾经跟我们并肩战斗过，怎么到了你们儿子一辈就异想天开，发明出一个净土的概念来跟我们作对了？我们目前被满人打倒，但是是暂时的，反攻大陆的工作还在继续准备之中。沦陷区方面，我们虽然没有掌握政权，但是我们掌握了教育权。我们虽然不能够夺取政权，但是我们还可以办学校，继续推广辛亥革命的理念。只要广大的学生都学汉语、讲汉语，鞑子黄是非常孤立的，总有一天我们还是要把它赶出去的，不是把君士坦丁堡、索菲亚、图尔沃诺和所有地方都收复。你们山西人非要说自己不是汉人而是晋人，非要说自己是保加利亚人不是希腊人，这简直是给满人当了满人的帮凶，为我们的复国大业添乱。所以我一定要说你们是奥斯曼帝国的帮凶。但是实际上，这三者是三种不同的力量。奥斯曼帝国的奥斯曼主义者，奥斯曼帝国境内和希腊境内的希腊主义者，以及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保加利亚民族发明家，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就是相当于今天的共产党、今天的果粉和今天的朱夏民族发明家之间的关系。奥斯曼帝国并没有运用希腊主义者来压迫未来的保加利亚人，而是因为他们在过去几百年内一向是就是奥斯曼帝国境内一向就是满汉分野的，一向是只知道有奥斯曼的穆斯林和希腊的东正教徒，所以希腊这方面的学校，比较古老的学校一般都是教会办的。出于历史遗传方面的原因，他们一直是用希腊语，无论是过去的教会希腊语还是现在的白话希腊语来教育他们的子弟的。而你们的保加利亚语，你们是在这一代人刚刚发明出来的，发明时间还不满20年，所以你们就必须以进攻的方式去掌握这些学校。过不了多久，双方之间就自然要闹起来了。保加利亚派教师教育出来的人，新一代子弟自称自己是保加利亚人，要求他们不能再接受讲希腊语的学校校长和教会主教领袖的统治，他们要求我们自己投票选举，选出自己的教会和校长，然后双方的关系就打到奥斯曼君士坦丁堡的苏丹去，一连打了几十年。最初几十年，保加利亚这方面始终是打输的，因为历史上讲，这些学校和教会一直是希腊人主办的，而且他们就算是今天自称为保加利亚的人的这保加利亚人这批民族发明家，铁证如山，他们自己的父亲和祖父也是自称为希腊人，所以要从希腊人手里面把学校抢过来，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最后他们做到的事情，不是把希腊人的学校抢过来，而是把希腊人的学校教会都分裂了，愿意支持保加利亚的这批人分裂出去，建立自己的学校，自称保加利亚的这批东正教徒把教会分裂了，自己拉了一波人出去建立了保加利亚教会，原来自称是希腊人这波人继续搞他们的希腊学校和希腊教会，等于是当时的罗马尼亚形成，今天保加利亚境内整个人都整个居民都分裂成为两波，一波想要把自己发明成为保加利亚人，另一波想要继续把自己发明成为希腊人。这种情况你在1980年代的台湾和今天的香港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当时就是一波人想要把自己发明成为台湾民族，一波人想要把自己发明成为中华民族，今天是一波人想要把自己发明成为香港民族，一波人想把自己发明成为中华民族。从1980年代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台湾情况已经基本明朗化了，想要自认为是中国人这波人的人数直线下降，下降到只有10%的地步，这以台湾人自居这波人从30%几的起点一路上升下来，现在变成绝大多数人都自认为是台湾人。保加利亚境内的民族发明也是按照类似方法展开的。1840年前后，双方的分裂刚刚开始，到1860年左右，双方的优劣已经很明显。保加利亚派在人口方面、在教育方面、在文化宣传方面都占了上风，尤其是在新文化运动这一方面。保加利亚方面的作家在民歌收集学习德国浪漫派，在民歌收集方面占了上风，通过民歌收集吸收民间的俗语，用源头活水的方式活化保加利亚的语言，使他们在语言发明方面明显占了上风。希腊主义者就像是今天台湾和香港的文言文支持者一样，
尽管他们已经进行了一次文学改良，用福斯兹的白话希腊文来取代了过去的古典希腊文和教会斯拉夫语，但是白话希腊文仍然背着很沉重的书面文字包袱。最大的问题就是白话希腊文必须让君士坦丁堡人、斯麦纳人、布加勒斯特人、图尔沃洛人和雅典人全都能够看懂。这样一来，他就没有办法充分吸收各地的方言，能够让所有方言的使用者都能看懂的文字，必然就是一种哑巴语言。而新一代的通俗希腊文的发明家，保加利亚新保加利亚语言的发明家和新罗马尼亚语言的发明家、新塞维亚克罗地亚语言的发明家都占一个便宜，他们可以完全把苏格拉底和君士坦丁的历史包袱抛掉，就从源头活水，就从我们现代人使用的方言，从台南的阿公阿婆的方言发明成为通俗希腊语，把白话希腊语踢到一边去。图尔沃洛的阿公阿婆发明的方言就是新保加利亚语，也把古典希腊语、教会希腊语和白话希腊语扔到一边来。塞维亚人和瓦拉吉亚人当然也是无法抛掷。就今天的山西人，如果用自己的山西方言来发明新的语言的话，也可以把大明朝使用的文言文和福斯兹使用的白话文通通踢到一边去，把自己的山西方言发明成为新的禁语。然后如果他们按照保加利亚民族发明家的同样方式去建立自己的山西禁语学校，跟讲白话文和文言文的汉语学校竞争的话，他也可以占到一个重大便宜。这个便宜就是他们讲的是活语言，是阿公阿婆的活语言，而无论是文言文还是白话文都是哑巴语言，只能看不能说的哑巴语言，不是你在卡拉 OK 的时候，不是你在打牌的时候，不是你在夫妻闺房里面使用的日常语言。日常语言它的生命力是不断产生的，地下不断的涌出新的泉水来补充它，通过民歌民谣文学创作的方式来补充它。结果不到30年的时间，到1860年和1870年，保加利亚语在新文化运动、在文学创作这一方面明显的胜过了白话希腊语，当然更胜过了教，已经没有人什么人使用，像拉丁语一样死，快要死去的教会斯拉夫语和古典希腊语。教育方面的变化必然的会影响到下一方面的下一代的政治方面的变化，这就是为什么香港会发生房之峰的反国教运动，台湾会围绕着中学课本发。和文言文的存废、文言文的比例问题、台语教育的问题、各种方言教育的问题，不断产生争议的缘故。你用什么语言来教育下一代，就等于是发明了什么民族。保加利亚语言发明家和保加利亚历史发明家在学校教育这方面取得重大胜利，预示了未来罗马尼亚省的未来将会属于他们。但是最后的临门一脚仍然是不可避免的，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你们只能争教育权，一旦进入政治领域，奥斯曼苏丹就要镇压你们。在海外情况比较好，侨居海外的希腊社区1826年还就完全以为自己是希腊人，但是到了1840年以后就已经分裂了，有些人继续认为，比如说奥德萨的希腊人在1826年的时候都认为这是希腊人，到1840年的时候，就有一波人仍然认为是希腊人，另一波人认为自己是罗马尼亚人，第三波人认为自己是塞尔维亚人，第四波人认为自己是保加利亚人。然后他们各自组织自己的海外军团，分别搞自己的复国大业。希腊主义者在这点上处于非常不利的位置，尽管他们满口都是苏格拉底、伯利克利和君士坦丁，但是他们必须两线作战。一面要反对奥斯曼帝国，一面又要跟自己社区内部的塞尔维亚发明家、罗马尼亚发明家和保加利亚发明家斗来斗去，而他们所能够依靠的支持只有一个小小的希腊，所以独派比统派占便宜，统派必须维持现状，而独派呢，只要他自己同意，他拉一波人分裂出来建立独立社区就行了。到1840年代，奥德萨、瓦拉吉亚这些地方已经出现了一大批流亡社区，这些流亡社区的父辈、舅舅和父亲都还自以为是希腊人，甚至是希腊辛亥革命的主要参加者和革命功臣，但是他们的儿子一辈就已经认为自己是保加利亚人，在海外建立了保加利亚社区，而从保加利亚社区当中开始筹办保加利亚军团，这就是民族发明的第二步。民族发明的第一步是发明民族历史和民族语言，第二步是建立海外社区，这个过程对于保加利亚人来说
在1840年和1850年之间，基本完成。然后他海外社区进入海外军团的准备阶段，保加利亚的革命家拉科夫斯基登上历史舞台。我们要注意，拉科夫斯基什么人？他当然是他的舅舅叫做马马托夫，他的爸爸当然也叫拉科夫斯基。这两位仁兄都是1821年希腊辛亥革命的重要人物。马马托夫甚至是瓦拉基亚。 大都督希腊民兵当中的一个重要军官，在希腊民兵打了败仗以后，跟着希腊民兵一路逃亡。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他是一位深蓝，是国民党参加过辛亥革命、参加过国共战争、参加过冷战的老兵，从小就在眷村长大，从小就像赵少康和防护新那些成员一样，从小是受反攻大陆、反攻复国的理想，受希腊语教育长大的。他自己虽然是保加利亚民族英雄和开国先烈，但是他从小就讲希腊语，保加利亚语成年以后到留学俄国的时候，在俄国学到保加利亚语，他这辈子都没有讲利落。但是这并不妨碍他。 背弃了父辈和祖辈，背弃了父亲和舅舅，作为辛亥革命开国先烈，作为希腊民国开国先烈的地位。他不但虽然自己是开国先烈、希腊开国先烈的子孙，但是却决心解构希腊民国，在希腊民国的废墟之上建立起新的保加利亚民族。于是他，我们不必讲详细内容，我们只要知道他以。 保加利亚人的海外社区，其实这些人也就是希腊海外社区的儿子一辈为基础，建立了保加利亚的海外军团，然后带着这些海外军团打回土耳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境内。每隔几年，他就要发动像历史上的防汛一样，发动一次入侵。他屡战屡败，但是还能屡败屡战。每一次战败，结果都要牺牲几百名保加利亚的海外军团。 但是好处就是土耳其人在追杀他们过程中间又要进行一场烧杀抢掠，然后西欧的报纸就要大肆报道一番土耳其人背信弃义，说好了要维新变法的，说好了要满汉一家的，现在看来你们还是又开始在屠杀东正教徒了。同时最要命的就是，在这些报道当中，保加利亚的这词一再发生。可以说，1821年以前，土耳其人也在烧杀抢掠，但是这时候欧洲人的报道是这样写的。 万恶的穆斯林屠杀我们的基督教兄弟，难道我们能够坐视不管吗？1821年的时候，土耳其人一模一样的烧杀抢掠，这时西方的报道就是这样的：万恶的土耳其人在屠杀我们的希腊兄弟，希腊人是欧洲文明的始祖，我们难道能坐视不管吗？到了1840年以后，报道就变成这样了：土耳其人在屠杀保加利亚人。 保加利亚人难道没有人权吗？其实土耳其人屠杀的是同一批人，只不过这批人的爷爷自称为东正教徒，这批人的爸爸自称为希腊人，这批人自己呢就自称为保加利亚人。但是西方的新闻记者哪里管到这么多奥妙？他就直截了当说保加利亚人遭受迫害了，保加利亚人遭受迫害了。这些批文报道传到西方，就会产生像格莱斯顿这样的软性上派和 比克斯菲尔德勋爵这样的硬头老派，硬头老派就会说，我们只管国家利益，不管什么人权、民主之类的，只要土耳其苏丹给我们好好做生意，帮助我们抵抗俄国人，我们才不管土耳其苏丹杀多少人呢。软性上派就要跳出来说，无论保加利亚人和还是阿富汗人，他们都是人呀，是人就要有人权，你还是基督徒吗？还算得上自由民主的英国的堂堂大臣吗？你怎么能够坐视不管？然后两派交替执政。 最后结果是列强又干预了，现在土耳其人每一次都打赢，但是他们在西方的舆论面前却日益被动，被西方舆论描写成为卑鄙的暴君，把保加利亚人描绘成为是受害者，受害者不要紧，关键是受害者的身份由希腊人变成保加利亚人，这实际上就变成是保加利亚民族发明已经成功了一半，就好像是今天的西方报道，东正教报道，伊拉克人杀了库尔德人，或者是西班牙人镇压加泰隆人。 这样其实就是伊拉克人和西班牙人输了，因为西班牙主义者和希腊主义者的逻辑就是没有什么加泰隆人呀，加泰隆人和卡斯蒂尼亚人都是西班牙人呀，库尔德人和什叶派、逊尼派都是伊拉克人呀。西方舆论只要承认世界上有一种保加利亚人，而保加利亚人跟奥斯曼人和希腊人都不一样，其实保加利亚民族发明家就已经赢了。
他们只是还没有赢得统治权而已，但是已经赢得了民族得到承认的权利，至少是西方人已经承认了。而希腊主义者必须苦口婆心地去说服西方人，你们是说错了，这些人都是台独混子呀，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呀，你们怎么能相信世界上有一个台湾民族呢？香港人也是中国人呀，他们到处来说什么香港民族，那都是胡说八道的。你要记住，香港人民争取自由民主斗争是中国人民争取自由民主斗争的一部分呀，香港人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呀，香港人是汉族的一部分，这样很累的好不好？西方人的报刊上只会这么报道，说他不会说是共产党镇压了作为中华民族一部分的香港人民的自由民主斗争，这个多累啊，多别扭啊！他直接讲就这么说了，他连共产党三个字都省去了，他直接讲说中国人在镇压香港人。于是西方读者一看，哦，原来中国人和香港人打起来了，中国人和香港人不是一家的。于是香港人、香港民族这个概念就在西方人的大脑里面扎下了根。尽管希腊主义者苦口婆心地说保加利亚人根本就是我们希腊人，但是西方人已经形成了这种印象，就是说保加利亚人既不是你们是奥斯曼人，也不是你们希腊人。否则为什么奥斯曼人镇压保加利亚人的时候，他们跟你们希腊人从来没有出过兵呢？如果保加利亚人真是希腊人的话，那么你们希腊人怎么不帮助保加利亚人打奥斯曼人呢？如果保加利亚人真是奥斯曼人的话，那么你们奥斯曼人怎么会杀保加利亚人呢？现在情况就是这样。如果你说香港不是一个民族，是汉族的一部分，那么共产党杀汉族的时候，你们台湾的汉族怎么不台湾的国粉为什么不出兵去帮助你们的同胞呢？这说明你们不是一族的。如果你们共产党说是中华民族是一家，香港也是中华民族一部分，那么为什么报纸上总是说中国人在镇压香港人呢？中国人在镇压香港人呢？如果香港人也是中国人的话，中国人怎么会自己镇压自己人呢？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听说过美国人在镇压弗吉尼亚人？这不可能吧，弗吉尼亚人不就是美国人吗？所以美国人不会镇压弗吉尼亚人，也不会镇压德克萨斯人啊。如果你说美国人和墨西哥人闹起来，你既然会理解说美国人和墨西哥人不是一国，如果你听说中国人跟香港人发生冲突的话，你自然也会觉得香港人跟中国人不是一国吧。根据同样的逻辑，西方人就渐渐的开始以为保加利亚人和希腊人和奥斯曼人都不是一国了，这样一来就自然而然造成了不可逆的效果。虽然拉科夫斯基自己在率领海外军团打回奥斯曼境内的过程中牺牲了，但是保加利亚民族发明却站住了脚跟。海外军团的下一代列夫斯基和波特夫随着他的脚步率领海外军团再打进保加利亚，也付出了很大牺牲。但是这就有很大的不同了，第一代保加利亚海外军团的领袖还是像拉科夫斯基这样只会讲希腊语，保加利亚语都讲不利落的人。第二代保加利亚海外军团领袖像列夫斯基和波多夫这种人，就是从小讲保加利亚语长大，受保加利亚历史熏陶长大的人。对于他来说，希腊语就是完全的外国人。只有好像说是在马英九一代的台湾的领导人，中华民国的总统，无论他是什么血统出身的，他至少是会讲国语的，会讲普通话的。但是再过二三十年，新上台的台湾总统可能就会是只会讲台语，不会再就不会讲国语，也不会讲乡语、晋语或者任何其他语言。这一切历史上的希腊民国跟他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如果说我父亲是希腊民国的开国元勋，这一点对第一代保加利亚民族他们家还有点影响的话，那么我爷爷是希腊民国的开国元勋，这一点对于第二代和第三代的保加利亚民族发明家来说已经没有任何影响。事情走到这一步，尽管保加利亚国还八字还没有一撇，还完全在土耳其的统治之下，但是实际上未来的保加利亚民族和保加利亚民族国家已经处在必然诞生的状态，只等着下一次大洪水，只等着下一次奥斯曼帝国的解体。而奥斯曼帝国出于我们都知道的原因，它那个地跨欧亚非的结构，它这种复杂的语言文化结构，就是它会不断的遇上新一代的解体危机。就算你错过了这一次解体，不要紧，还是有下一次。保加利亚民族发明家，因为他们发明的比较晚，所以他们比我上次讲到罗马尼亚发明家机会要稍微差一点，他们错过了克里米亚战争这一次，建国的机会。但是克里米亚战争下过了几十年，又有1878年的俄土战争。俄土战争的逻辑和理由，那是另外一回事，今天没有时间讲，也没有必要讲。总之，俄土战争又带来了奥斯曼帝国的新一轮解体，而这一次解体使得保加利亚人的海外军团得到了机会。
列强再次干涉俄土战争，规定奥斯曼帝国必须允许今天的保加利亚，当时的鲁米尼亚自治。这个自治的过程当中，保加利亚这个词第一次在国际法意义上存在了。列强签署条约，强迫土耳其苏丹承认保加利亚自治区必须由基督教信奉东正教的保加利亚人自我治理。尽管这个保加利亚自治区在国际法意义上不是一个独立国家，而是奥斯曼帝国一国两制之下的一个保加利亚特区，但是保加利亚特区必须实行保加利亚人治保加利亚人，实行港人治港。仅仅是保加利亚人治保加利亚人这个托词写进了国际条约，写进了1878年柏林会议的国际条约，保加利亚这国际身份就算是得到确认。以前没有保加利亚的，只有罗马尼亚行省。中古时代的保加利亚，保加尔人跟柔然人一样，他不是一个国际法上的实体。今天你可以说是香港人在国际上有一定的交涉实力，是因为中英联合声明规定了港人治港原则，所以香港在国际法上意义上是一个半主权的实体。他虽然不是主权国家，但是他有了一定的国际法的身份。但是沙妥人就没有国际法的身份。尽管沙妥人在今天的后代可能比香港人要多得多，说不定山西的沙妥人后代比今天香港几百万居民数目要多得多，但是因为国际条约上不曾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沙妥自治区，在沙妥自治区实行沙妥人治沙妥人，那么沙妥人在国际法上的地位就不能跟香港人相比。1878年的保加利亚人就处在沙妥人这种状态。尽管沙妥人后代可以发明晋民族，说晋族跟汉族不是一家，但是而且能够使山西的绝大部分居民都只讲晋语不讲汉语，但是他的国际法上仍然是不存在的。现在1878年以后，他的国际法上存在了，他是一国两制的奥斯曼帝国的一个特区。特区建立以后，事情就比较好办了，因为你有个正式机构了。虽然这个正式机构名义上还是土耳其苏丹的臣民，但是他已经有了自己的宪法和议会。实行宪法和议会以后，你就可以组织政党了。保加利亚于是就产生了自己的民族自由党和其他党派。这些党派按照我们现在话说，就是万恶的港独党派。他们视中英联合声明如废纸，尽管中英联合声明和柏林条约明确规定，保加利亚只能自治不能独立，但是他们在土耳其的保加利亚特区的议会选举中间，肆无忌惮地提出了保加利亚独立的口号，最终他们占据了保加利亚地方议会的多数。最终他们通过政变的手段驱逐了土耳其人愿意承认的特区首脑巴登堡亲王，迎立了德国霍克索林家属的卡罗尔大公。然后最后一步是他们控制了特区议会和特区政府以后，公开宣布他们的领袖不再是柏林会议规定的大公，而是保加利亚的国王。这个称号就意味着称号上的改变，就意味着我以后要大公，可以说是土耳其帝国一国两制下的一个特区，跟黎巴嫩是一样的，是列强保护之下的一个东正教的特区，还是土耳其一部分。但是称王这件事情就标明着保加利亚将来已经是一定要独立的。土耳其人当然是不承认，但是不承认并没有什么办法，双方只能够不断打宣传战。最后一步是保加利亚的王室在跟俄国和西方国家串通以后，宣布自称沙皇，而且向奥斯曼帝国宣战，这就是民族发明的最后一步。民族发明的第一步，建立国语和国史；第二步，建立海外社区；第三步，海外社区党，建立海外军团，打回国内；第四步，在事实独立几十年以后，在国际方面的交涉，当带路党拉盟友这方面基本上都已经有了把握以后，把事实独立变成正式独立。保加利亚的国际承认的保加利亚大公，自己封的保加利亚国王，现在自称为保加利亚的沙皇，跟君士坦丁堡的苏丹和圣彼得堡的皇帝平起平坐，这就是公开宣战了。因为大公按爵位来说，你只是一个公爵，比起苏丹和沙皇都要低，所以你可以做苏丹的臣民，只是一个自治区而已。但是沙皇这件事情就是最高级别，跟皇帝是一个级别。大公可以做皇帝的自治区的首脑，但是沙皇是不可能做苏丹的臣民的。所以保加利亚人一旦自称沙皇以后，土耳其苏丹就连面子都搁不住了。这就相当于是台湾人，只要他还自称为中华民国，那么名义上他还可以维持
暂时的维持和平，但是他哪一天如果把自己改成台湾民国了，那么战争就要爆发。香港人只要自己自身是香港特区的立法会和香港特区的特首的话，那么他们无论内部怎么搞的话，名义上跟北京的面肯定维持过去。假如有朝一日香港议会通过一个决定，说是香港立法会通过一个决定，假如说我们香港特区的特首以后不再叫做特首，而叫香港共和国的总统，那么香港必然就跟北京进入战争状态了。保加利亚也就是这个情况。1912年，保加利亚的民主发明走上最后一步，保加利亚的议会通过决议，奥斯曼帝国承认的保加利亚和大公，国际社会承认的保加利亚大公，保加利亚人自称的保加利亚国王，今后不再是大公和国王，而是独立的保加利亚王国的沙皇了。于是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立刻就进入了战争状态，这就是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由于事实独立而在法律上没有独立的保加利亚自治区，外交工作做得比较好，联络了法国、德国、俄国，联络了希腊、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和巴干的其他国家，这一次战争打出了对保加利亚民主发明家最有利的结果。奥斯曼土耳其在战争结束以后承认了保加利亚的独立，而且把许多原来有争议的领土割让给保加利亚。当然这不是故事的结束，保加利亚的生存和法律地位虽然得到保障，但是为了争夺这些领土还要跟罗马尼亚人、希腊人、塞尔维亚人打仗，但是这就跟民主发明没有任何关系了。从民主发明的意义上来讲，保加利亚民主发明家跟经过以上的四部曲的民主发明最终如愿以偿，把一个19世纪以前根本不存在的民主重新发明出来的，而且还是按照历史上有史以来最困难的方式发明出来的，使这批人可以说在1821年左右，他们的祖先是把保加尔人和突厥人都看作自己是最凶恶的敌人的。但是等到1912年，他们的孙辈就把自己看成是内亚突厥人的后代了，反过来把他们祖先所认同的拜占庭帝国看成自己是最凶恶的敌人了。1821年的图尔沃若的小学生学到的课本就是保加尔人和突厥人如何侵略我们希腊人，义愤填膺。到1921年学到的中学课本就是拜占庭皇帝如何穷凶极恶的屠杀我们保加尔人，同样的义愤填膺。其实这两部历史课本所讲的是同一个故事，但是读这两部历史课本的是同一家人的祖父和孙子，但是他们两人都感到义愤填膺，但是义愤填膺的对象却恰好相反。这就叫做汉儿学得福而已，却向城头骂汉人。假如未来22世纪的今天的山西省通过发明禁毒，最后建立了禁南民国，那么禁南民国的小学生就会把中国侵略者痛恨入骨，正如今天的小学生，山西小学生会把日本侵略者和满洲侵略者痛恨入骨一样。这并不代表他们的血统上发生了任何变化，只是民主发明学为他们制造了一种非常奇特的结果，证明在民主发明学的领域里面，只有你不敢想的，没有你想到的却做不到的事情。谢谢，今天就讲到这里。